那我们嗨一点。对，来，哎，我想到，我想到了。我们先玩一只角色，我们要秀的时候，我们就放音乐。我先找一个很适合放音乐的。有没有适合的音乐啊？钢琴是哪里的？哦哟，这感觉来就这个。好，各位就这个要开秀的音乐，我找到了。来，我们这一局单排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来，我找到我开秀的音乐了。等一下我们要秀之前，我们就放音乐。这一场我们要玩谁秀？小青，我们再一把小青好不好？等一下小青秀的时候，我们就放音乐。OK， 各位期待音乐啊！我们这一局对线的是这个飞类，哎呦，对面飞类的名字叫 TikTok 下课，哎，我们遇到抖音仔了吗？太忙，音乐要自己来。对啊，就是没有小帮手啊。等一楼嫁给我之后，我就叫他当我的音乐小帮手。哎，小青，我们对线飞类，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很难打，可是对面的阵容其实不知道，还不知道好不好抓。皇帝还是那么搞笑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不是我很会搞笑，是我的脸长得就很好笑，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很好笑。够细节吗？什么东西？我们这边的话，应该也是先抢两等哈。这边飞类应该，有看到吗？这飞类直接被我们打烂，有没有？小精灵的威力就是这样，超强。这飞类直接被我们打残血，打不赢我们了、啊。我们带小精灵就是超强。我觉得小精灵会被官方修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种感觉。飞类已经回去补血，哎、欸，没有。我们可以直接去反红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岛中人能动手就别动口。哇，干，死了死了！我的老天！干，为什么有三只啊？哎呀，我讲的这么屌哦，我就烧秀知道，就答辩。我刚刚有看到中路没人，我以为他往下靠了，因为下路感觉快打起来，感觉他是往上靠，靠边。请求打野支援，请求打野支援。哇，来不及放音乐，我没有空哎、欸，我没有空哎、欸，我手想放音乐，可是没有空、欸。全家不饿，嘿嘿。飞猎在挑衅我哎、欸，他们就是要抓我、欸，你们看吗？对面纳克他们就在针对我。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现在要这样子就对了，要确定哦。等一下我飞起来，我一个一个抓出来打屁股。哎、欸，克里斯。哼，中路兵线我吃一下。只是一个虚名。现在很需要这个虚名。哎、欸，走位，然后走位偏招。所以 ，nice。怎么会想抓我？我的老天啊，我玩谁？你说我玩别只角色，你们要抓我，这真的是认了。我玩小青哎、欸，你们不要搞哎、欸，这只小兵怎么跑过来？不要闹了，我玩小青哎、欸。是家业。哎，可以吃凯撒。我们大招还有十秒，飞猎到下路去了，可以吃掉。我们队就会赚。他们打太深了啊，怀孕了。放音乐。啊啊，对，要放音乐啦，都忘记了。哎呀，我的老天！还、哎、要放音乐喽，飞猎上来了，放音乐，放音乐，放音乐。来哦，飞猎来了，飞猎来了，飞猎来了。满血哦，他满血哦，我会来喽，等吗？等吗？好，他走掉了，音乐可以关掉。干，音乐关掉了，拜托，我音乐关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满血，刚刚秀。秀。好，音乐先关掉，音乐先关掉，音乐先关掉。有秀了秀了，有秀到了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音乐开下去就秀了。
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，是真的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来这边抓纳克，来这边抓纳克，放月放月放月。但纳克会吃红，我好像蹲不到他。克里希有没有机会上来？克里希，请求集合。好，没戏，先关音乐。但非常靠北哦。我要秀之前，我还要先贴音乐，是怎样？很忙哎。他开大招跳走了，不过那么可怕吗？哎呦！魔龙已被击败。哎，来不及切音乐，我来不及切音乐，他就死掉了啦！哇，来不及切音乐。哎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我是想切音乐的哦，但是来不及切。你们聊天是不要赶我，我知道。来不及切，来不及切啊！我知道我要切音乐，但是来不及切。来，我在这边蹲一下。来哦，飞雷要附耳吧，来，音乐开下去。音乐来了，音乐来了，感觉就来了。飞雷就会死。啊，干，他怎么在下面？为什么飞雷在下面？刚我要没有，害羞的味道。对，还秀，干死！哎，如果只有两只还可以打，三只是怎样？武之道以无法为有法，气之源以无限为有限。哎呀！我开始有感觉，我又要秀了，我要秀了，我瞬移一好，我就可以秀。我们直接压上路了，我们蹲点，一定有人会来清兵线，一定会有，那我们就来抓人。干！魔龙凯撒觉醒进化，我的天哪，纳克你都跑掉了，你还回来？来哦，各位，开秀的味道了，开秀喽，瞬移快好了。音乐放下去就有。好，我们音乐先关掉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好靠北哦，要秀的时候要开音乐。OK， 死定。啊！干！哇！刚刚直接丑一波哎，飞雷要跳我大。哇！干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哎，没有那么多。我想说绕过他们大招，再等一下就好了，靠呗。我们瞬移快好了，我们瞬移还有十秒，快好了。等一下，又要秀了。我们有瞬移就要秀了，好吗？各位相信我。等一下哦，各位请安静哦，现在聊天室请保持肃静哦。我闻到了，干你啊，肉头靠背啊，先关掉。一人吃饱，全家。我闻到了。还没。白兔，我一直切音乐，好烦哦。进场时机我还要自己抓。
要秀要秀，开宴！哇，你秀到实体上头啦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哎、欸，看看看！啊，看！我按到屏幕关掉，我按到屏幕关掉，靠背哦！我按到屏幕关掉，靠背。我的屏幕啊！哎呀，我真的，我按到关屏幕，靠背。